我是刚刚联合上了212了，九月五号送完了，送完了。16点吃吃饭，从8小时210哦。花莲火车进入北回线树林。第二三天把你就还没有做痕迹讲啊，在送完了你啊。哎，我是三次次来。你四三四号树林发车就花了一年的时间。累啊！三四四号树林发车就花了一年的时间。三天起，是二月面多。3017的边豆等要绿色带新能力，然后这点是五分九月五号在双安南行啊。开车门，16点16分了，9月5号，在窗上那里。134哦，手里发的讲话都行哈，啊，新主人的性能机站哈，三千零一十七的偏豆的啊，绿色的带性能机站哈，在窗上那，你看啊，已经二一次在窗上那怎么是？二一次花莲发车将北向树林的第二三零一百型九 M 的很自然，在双安南1616点17分9月5号，啊，434树林发车将花东营南向新左营的三线行驶二两面三千零七的偏左人一样，绿色带新能机站后，在双安南准备行。4188，咱们一车门。好，谢谢各位，再见，拜拜。